你天天在外面吃，这口味都重了，盐要少放才健康。老公，医生说我大概下周就生了，那个肠胃帮你解决，还有那个麻醉科的医生，我可花不了钱的。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香吗？等等，还差点火候，要不你先吃我这道菜。怎么不见呢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呀。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宝宝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爸爸，宝宝爱爸爸，就像妈妈一样。
你怎么不听劝呢？还敢来？好了，伤疤忘了疼是吧？看我现在不揍死你！行了行了，别把人家打疼了，我们可是讲道理的。我说你啊，听过一句话没有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女儿啊！没打动你妈，小厕所的，你爸，我们可是听说了，杀人犯啊，还在牢里，判多少年来着？出得来吗？杀人犯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当白天鹅呢？愣着干嘛？放开我！这么好看的衣服，穿在你身上，不怕脏了吗？拿着。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可怜虫。没关系，我们一样。知道啦，我不是不好好吃饭，马上就要公演了，我才不要长胖呢。我可是天鹅，又不是烧鹅。好了好了，知道啦。
妖怪，妖怪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出了何事？鬼！妖怪啊！装神弄鬼，来者何人？还我肉身屠戮，入地府，不给便让鬼王瞧。那个头好，那个头好。邪气已控制住了。朕欲求身犯重罪，天理昭昭，若真是阴差，何须要帮着大罪之人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和这个女囚什么关系。执迷不悔，这就带你上路。对，这就带你上路。我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我有何罪？莫说没有地府，就是有，我也不怕。我等不便插手，二人自行了事。自那诡异的女囚死后，这些东西便经常出现。你是说这蛊虫跟那女囚有关？很有可能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药人自愿服下药物，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一旦丧失理智，只听命于次要之人。那人的女囚和他们身形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一起的，要小心。有问题，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我要送他去见衙门。员外，你误会了，这里方才有药人出没，我们是被药人攻击的。药人？什么药人啊？
我看不见啊，给我带走。什么？断了他们的幻境。